你叫什么名字？我啊，叫赵启宇。We first met Mr. Zhao at the pharmacy opened by his son. We walked into this pharmacy, and at the check-in counter sat our service learning candidate. The first time we were there, Mr. Zhao seemed very open, but did not really accept the idea of service learning. After numerous conversations and discussions, Mr. Zhao agreed to be our partner and thus told us the story of his life. 你几岁了？你68。18。18？啊。哦。68。哦。你有小孩子吗？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喜洲最近有变化吗？最近啊。啊。哎，还有。有什么变化？就是把你看，原先路面啊什么这些啊都不是自主了。原来是什么？原来是那个。中间是石板路啊，这个旁边是那个我老师啊，这里还有一条小沟啊，小沟清清的水从这里就流下去。At first, Mr. Zhao was closed and uncertain about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ject.After days of visits and conversations, we saw a part of Mr. Zhao that wasn't there before, a man who wanted nothing more than the best for his family and happiness in every aspect of his life. 这边喜洲变了，那喜洲的人有变吗？人啊，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年轻一代跟旧一代差不多。那你有去过城里吗？你去过什么地方吗？我去过。我出去干活啊，什么到处都走的，小时候啊，打工啊。哦，你几岁出喜洲的？哇，16。哦，所以读完初中就走了。哎，对，读完初中就走了。哦。所以你出去当什么？我啊。帮他们盖房子啊，什么都干。你最喜欢？我最喜欢。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就是娃啊，苦活不要做啊，轻松一点。你有什么兴趣？我有什么兴趣啊？兴趣啊？兴趣现在啊，还是从前啊？现在的。现在啊，现在也没有什么兴趣了，就是走一走，就玩一玩啊。就这种掉了，人老了嘛，嘎，是不是啊？年纪大了嘛，是不是啊？那你小时候想要当什么？我小时候啊，小时候当什么？小孩要想当什么？当兵。当兵？那你去当兵了吗？没有。只要你现在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你要改变什么？现在啊，现在我也不想改变了，人老了嘛，啊，活不了多久了嘛，是不是啊？改变就是想。多挣一点钱嘛，是不是啊？过得舒服一点嘛，就这种了。那你生活中有什么后悔的事吗？后悔也没有，就是小的时候不好好干，到现在还要苦，是不是啊？现在干不动了嘛，年纪大了嘛，是不是啊？那你觉得你是？15、16岁的时候生活什么样？苦，就是苦，苦出来的。那个时候相当苦啊，15、16岁啊，要到山上去砍柴啊，要帮助家里面，要解决吃的问题啊，是不是啊？还要出去打工啊，15、16岁就挣钱啊，啊，要生活嘛，是不是啊？是。那是苦，那个时候。在我们这些地方都是最苦的，吃不饱。对未来有什么要告诉年轻人的呢？让他们好好细细服服的过啊，就这种。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嗯哼。好。多多的长知识啊！我就是平平常常的走啊。平平常常就行。大多数人都是像我这种。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也没有什么骄傲的，就是这种啦。